我等你4日啦，黄翠，点解变咗系你咁靓嘅？靓唔开心？系啊，开心好多啊！我之前睇你哋去 Grand 台北咁开心，我梗系忍唔住啊，跟你叹世界啦！今次去边啊？去大阪今次。我知啦，有得叹世界，梗系要约埋我噶啦。不如我哋快啲要过去 check in 啊！今次系去咩？去大阪系嘛？系啊！得啦，我买多啲手信俾你。欢迎大家乘搭渣打。乘坐泰嘅航班，咁请大家出示护照。唔该。哇，好重啊，高领啲话，高领你装嗰啲咁耐，哇！祝你哋旅途愉快。呢个我嘅高领。哎呀，我净系要佢本 passport 啫。你俾我，thank you。唔使，哇，可以换佢本 passport，可以。 有得包機去旅行係咪巴閉咧？梗係啦，可以參加呢個包機團真係好難得㗎。喂，黃翠如，點解你會喺度嘅？哇，好靚啊！點解你就喺度嘅？我掛住你特登嚟睇你㗎嘛。啊，係咪？ 你係咪好想知道點解我冇去呢？係啊，係咧，就係因為咧，我個人好有遠見噶嘛。嗱，我而家已經為下一次包機團咧做準備，勁咧！我諗住四周圍飛去睇景啊嘛，再加埋我擁有呢一張，哇！呢一張係渣打國泰 MasterCard 優先私人理財嘅呢一張卡，每一年我可以有2張頭等，再加埋8張商務 嘅 Lunch Pass， 所以。 我可以自己擁有得 share 俾好朋友都得㗎。OK 嘅，我哋嘅 best friend。嗱，所以今次咧，我出 trip 我咪嚟 lunch 呢度探下，你哋今次嘅旅行係咪好 grand 㗎？哇，勁啦！我哋會做幾萬 yen 嘅呢個頂級 spa 啦，每一晚會轉一間天花板級嘅酒店啦。 我哋用最短嘅時間享受最多最正嘅體驗，咪又係去嗰啲米芝蓮餐廳嗰啲基本嘢，又係一路食一路睇啲藝伎表演都基本啦。但係我哋可以食到全世界最貴嘅壽司喎！哇，真係正！ 我喺呢度喎，係啊，呢個正喎，呢個上嚟就有你有嘅高，好啦，拆俾你睇啦，真係，係啊，真係，等下先，呢個袋上係嗰啲日式設計，全部現金嚟啊，哇，仲有金添啊，全部現金最流行嘅嘢都喺曬入邊，哇，哇。 哦，呢個係因為你去日本玩咧，冇得coin先，100yen咧，50yen、10yen嘅，呢個可以擺曬喺度咯，仲有呢個係哦掛喺你嗰個夾上面嗰啲寫名喺裏面嘅，呢個係會有少少玄機嘅，你有得開喎，高領，喂，做乜唔得中唔中啊？阿雪，中唔中啊？俾你開啦，高領，係啦，睇下先，哇，正啊，呢個最開心啊，祝你旅途愉快。 呢個品牌嘅酒店咧，不嬲都係 sell hip 同 style 嘅，間間都有唔同設計語言，你睇嘢啦！而大阪呢一間咧就係以大人嘅遊樂場嚟做主題，而且仲請咗日本著名建築師安藤忠雄嚟到設計。酒店嘅 lobby 已經咁有 gimmick 啦，全酒店唯一間嘅 extreme wild 套房，一定唔會令大家失望。望下上面先，哇！4.5米高嘅樓底幾有氣派啊！全間房2800尺，最正係呢度啊，望到大阪嘅高空俯瞰城市景啊！ 入到嚟呢一度咧，最搶眼嘅就係呢一個咁大嘅浴缸啊！似唔似拉麵館嘅拉麵碗咧？我知道佢個創作理念係嚟自於香檳桶。哇！咁啊諗落去，我喺入邊浸浴，咁我算係咩？呢度除咗有開放式廚房之外咧，仲有個 DJ 台可以俾大家打碟開 party 嘅，同埋唔使驚俾人投訴喎。呢度係裝好曬隔音，做埋防震添。哇！你會點歌啊？喂 ，Yo， 你咪高小姐。哇！農夫咁，你都係。